啊那个。CD 或是呢都看呢DVD， 把那个真理啊很熟悉，就是已经呢都在脑海之中，那保持啊我们清醒的头脑，头脑一清醒呢我们就不会迷惑，那不迷惑我们就呢不会造罪，那不造罪没有那个业因啊，我们就不用受苦。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凡尘的怎么样生活啊，就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也要自己啊来这个策划掌握自己的生活，要熏熏习啊真理，然后呢要修炼，把佛性本来没有的贪嗔痴我们呢佛性没有的那一些习惯性我们都把它去掉，这样叫念修念。那么往凡呢无端，就是我们呢在六道啊轮回之中这个往啊就是出生的，凡啊就是又死掉了所以这个往凡啊就出生跟死掉。无端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不是说当人啊每一时每一世啊都当人。我们有时候会到呢这个三恶道去，有时候呢会到天道去，所以它没有固定的，看我们在凡尘怎么作为，做得不好呢会到三恶道，那对众生有利益啊我们会去天道享福，所以呢往返啊无端追寻啊不倦，我们要追寻我们呢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啊，就是看不见啊，也看不见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那个本体，那一切啊莫作明己啊自现，就是啊顺其自然，不落入呢我们呢这个有心的作为，我们只要呢都不落入啊那个有为的造作，所以你切莫做有为的造作啊，我们都不采取不用，那呢明己啊自现，光明跟呢那个极极昧就是如如不动，我们光明极昧的那个佛性本体啊它自然啊就呈现了，所以只要我们呢在日常生活里面都没有落入啊有所作为这样的话呢那个佛性都会呈现我们呢尽量不让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呢当家做主，我们请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这个当家，各位有没有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啊这个六道轮回久了我们都是啊我们的这个六根呢在当家了，已经呢当家很久，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跟六根呢这个商量说啊你是食鱼那个听话的部分是卑女跟奴才要听主人佛性本体是主人，要听此人的吩咐交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活就正确不会造业。